你心里在担心什么呢？以你对他们两个的了解，你觉得严谨会杀湛羽吗？在我没有弄清楚全部事实真相之前，我没有答案。那他们两个谁会对你有所隐瞒呢？ 也许两个人都对我有所隐瞒吧。啊，小雨。 李阿姨情况怎么样了？她现在双侧的股骨头都已经坏死了，只能做髋关节的置换手术。那尽快安排手术吧。这样啊，国产的双侧是7万，进口的双侧15万。湛羽啊，时间还有，你去想想办法。另外，刚才检查的时候啊，你母亲一直胃疼。 我建议你再带他去做个胃镜检查。林美琴患有胃癌，初步判断为初期，信号发现的比较及时，只要尽快切除癌变部分，再配合化疗，病情应该可以得到控制。需要准备多少费用？手术加化疗费用，前期至少需要准备10万。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湛羽如此无助，他一直一个人默默承受这一切，老天不但不可怜他，反而给他更多的惩罚。不好意思，姐。小雨，你别太难过，这不是还有姐姐吗？你不用担心费用问题，只管照顾好阿姨，这笔钱我来想办法。 姐，这不是小数目，我真的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。现在你不麻烦我，还能麻烦谁啊？相信我，阿姨一定会没事的。 你大概能借我多少呀？ 行，好好，我尽快还你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嗯，谢谢。 我这个人特别靠谱，以后你的人生准则里一定要加一条：有困难找严谨，准没有错。高医生，李美琴家庭情况比较困难，她儿子还在读大学，这么多年堪比已经花光所有积蓄。我这凑了12万，能不能先把她安排上手术时间，后续的钱我再尽快补上？李美琴，她的手术时间刚刚已经安排好了。安排好了。 是啊，费用今天一早就交齐了。谁交的呀？他儿子亲自交的。钱哪儿来的？我问你，这么多钱到底哪儿来的？
我一个朋友借的，叫什么名字，在哪儿工作，联系方式是什么？你不会是问严谨借的吧？姐，你别问了，现在医药费都已经解决了，你就别再为我操心了。这里面有12万，你先拿去还给他，剩下的我会想办法。姐，真不用，你拿着吧。救命要紧，听我的。 拿着，谢谢姐。小欧，振宇，怎么样了？ 手术很顺利，不过还要等具体的病理结果，问题应该不大。小欧姐，阿姨怎么样了？包给我吧。阿姨疼得厉害，怎么不打镇痛泵啊？ 我妈嫌镇痛泵太贵，就一直没打。阿姨，这个花不了什么钱，咱们别再让自己受苦了。能顺利手术，已经很感激了。这点疼，不算什么。妈，咱医药费够用。 小雨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受伤了吗？没事。怎么骑车的？不看路啊？对不起，我刚有点走神。对不起就完了。哎，看见没？你给我蹭的啊？怎么办？我赔你。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？补漆就得好几千，你赔得起吗你？哎，先生，你把人撞倒在地，连扶都不扶，起来就张口骂人，你不觉得你有失风度吗？我这车刚买。 昨儿刚上的牌，今儿就让他给蹭了，换你你能保持风度吗？啥都别说，赶紧拿钱，我有事儿呢。多少钱我赔给你？拿2000块钱吧。2000，就蹭这么一点，你讹诈呢？就这么一点，我要他2000算便宜他了。刚才不说赔我吗？啊，2000，你拿好了。嘿，小伟，捡你的钱吧。 他刚才明明在讹你，你干嘛给他呀？他不是觉得我没钱吗？我堵住他的嘴。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，犯得着跟这种人较劲吗？好了，别不开心了。阿姨今天出结果，咱们开心点。我就说没大事吧，花了2周就可以出院了。小欧。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还有你妈妈，老是给我们做饭，太感谢了。阿姨，咱们就别说客套话。不是客套话，你一个人也不容易，还得照顾我们母子俩。有的时候我在想，就算我有个亲生女儿，湛羽有个亲姐姐，也未见得有你对我们这么好。阿姨，我早把你和湛羽当成自己的亲人了。 湛羽能有你这样的姐姐，就算是那天我走了，我也放心了。阿姨，咱们别说这种话，咱们熬过了这一关，再把关节换好了，往后都是好日子。
给，哎呀，这几天连针线活都不会的方大小姐，居然在织毛衣，真是奇迹。那我织的毛衣，冯大哥肯定穿着好看。最近太忙了，都没时间关心你。你和冯大哥现在什么情况了？挺好的。冯大哥答应了？那倒没有，只能说他现在不再拒绝我。 这么久了，人都还没拿下，这跟你以前早就腐朽走人了。他说自从乐乐生了病以后，他就没想着再找个伴儿，他怕拖累人家。可他越这样，我就越不想放弃。你说像冯大哥这样有责任心的好男人，上哪里去找？这次说什么，我也会坚持到底的。哎呀，看着我姐妹如此执着的份上，我挺你。 你说，咱们这店里生意越来越好了，你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你的个人问题了？我哪有时间考虑这些呀？我现在就想着怎么帮湛宇尽快的把他剩下的钱还给那个人。我不想欠这种人情，一天都不想。我说纪晓雯，你怎么这么倔呀？年纪本来就欠你的。 就算八万块钱，湛宇不还给他，他也不会有什么损失。就算80万，在他眼里也不叫钱。可是你别可是了，你看你现在天天在店里这么忙，你还有功夫想这些？你累不累呀？要我说呀，这钱就先欠着，什么时候等李阿姨的病彻底治好了再说。你就听我的啊。 加上我那3万，还差多少？5万，还差5万？哎呀，我可真是没辙了。这湛宇就没有别的亲戚朋友了？他有个姑姑，父母离婚之后就没有来往了。没事儿，还有时间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小雨，你怎么没在医院啊？我妈今天状态不错，我就来店里看看。你好，点单吗？ 加一块蓝莓蛋糕。好，你稍等。圆圆，2号桌加一块蓝莓蛋糕。好久没有看到你现在的笑容了。姐，周四是你生日，我想请你吃个晚饭。哎，不用了，你要去医院照看你妈妈呢。吃了饭能花多长时间呀？人家湛宇诚心实意邀请你，你就去吧。 是啊，姐，这段时间我又给你添了不少麻烦，你就给我个机会感谢你。那好吧，你请客我买单，心意到了就成。不行，必须我请。湛宇，你就破费一次，请你姐吃点好的。行，那我选好地方再提前通知你。 一连跟吴峰喝了3天的茶，虽然他还没有提及到毒品交易，但他至少已经把我当成他的雇人对待。可以啊，姐，居然在吴峰面前出尽了风头，这回六爷想撇开你也没理由了。没错，这一波虽然走得惊险，但还算精彩。只希望接下来一切能够进展顺利。对了，吴峰那边查的怎么样了？这个吴峰当年有过诈骗的犯罪前科。 目前在广东的生意遍布各个领域，不仅与当地黑道勾结紧密，还与金三角的人有过密切接触。他跟小美人应该是这2年才结识的。根据他之前的贩毒数目来看，此次的交易数额一定是巨大。
我也派人对吴凤的人进行了地面跟踪，但他的人很警觉，我的人无法跟进。更多的信息需要你和 KK 来提供。KK 这小子最近表现怎么样？他每隔两三天就会跟我联系一次，跟你提供的信息吻合。看得出来他已经洗心革面了。KK 已经是六子的得力助手，我猜测交易日当天 ，KK 跟六子应该负责走货。只要我能确定交易时间 ，KK 给出准确的交易路线，我一定可以将小美人跟吴峰人赃俱获。但愿一切顺利啊！哎，刘伟那边没发现你跟战宇的关系吧？暂时还没有。你最好还是小心一点。好。来了，干什么呀？你别都打开，给人留点儿。我说我要吃了吗？我这大老远跑到山上来跟你见面，饭也没吃，走的我腰都快折了。你好歹给我来一碗二字板的泡面啊！等案子结了，别说一碗啊，一百碗我都给你泡。还是大哥阔绰。如果二子还在的话，咱们哥仨在这儿喝着冰可乐，吹着小凉风，多惬意啊！是啊，这小子怎么还不来啊？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哎，战宇，你迟到了。他就溜到那儿去了，已经提前给我包备过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吧，平时少拉琴，有空呢多锻炼一下。看你上个山呼哧呼哧的，哪像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？想当年我跟老程啊，在武警特战队。人都到齐了啊，咱们简单扼要的说一下吧。小美人跟吴峰已经签订了一笔水产生意的订单。并且下礼拜吴峰约我跟小美人在水产公司聚一聚，我猜测那一天应该就是交易日，并且刘伟还嘱咐我让我帮他疏通好利川路段的高速检查岗，他们下周三要走货。刘伟吐口了？那倒没有，他只是说运货车里面有一部分走私的象牙，那是他跟吴峰私人交易，让我帮忙照应一下。你那边呢？今晚刘伟亲自部署了运货路线，他让六子和我负责交货，地点是利川祥云县小口村的一个后山，时间也是下周三。下周三，利川交货，水产公司交钱，一定就是交易日了。我回去立刻部署抓捕任务，你们辛苦了，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哎，成功在即，咱们可乐带酒庆祝一下吧。我不喝，要喝你跟他喝吧。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跟小孩置什么气呀？你赶紧的。哎，你还挺记仇啊！我今天非得逼你喝了不成。来，喝。你俩有完没完啊？喝一杯就这么难吗？哼，幼稚。放心吧，战宇。你提供的情报对警方非常重要，事后我一定帮你争取最大程度上的减刑。将来你路还长着呢，啊！路走对了才有的走。行吧，今天先走一个过场，等行动结束以后，请你们喝顿大的，来。来。一切顺利。距离脱身的日子一天天的临近，
我觉得今晚梨园的夜色尤其美。我突然特别想念小欧，想念从认识他到现在的每一天，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和他脸上的每一个表情。我开始想象该怎么跟纪晓欧解释这一切，深埋心底的那三个字该用什么方式对他说。小美人的案子一了，二子可以瞑目了，老常的军功章又多了一枚，而我和纪晓欧也终于可以在一起了，一切都将是最好的安排。这个酒啊，是严总特意从家里给您带过来的。哟，那我可要好好品品。来，合作愉快。哎，合作愉快。怎么样？好酒，好酒啊！这次能跟您合作成，真的是太高兴了。当然，这除了咱俩的缘分以外，重要的是我这里有一个法宝。海中金命啊！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梅总所言极是，这大师说的太准了。时间到了，此时刘伟和货车应该已经到达收费站。目标已到达，各小组准备。你好，检查一下货箱。哎，好。你们这运的是什么货呀？都是些海产品，鱼、扇贝。各小组准备。哥，货到了。
别闹。禁毒支队的，怀疑你们正在进行毒品交易，请配合我们检查。程副支队长，这么大动干戈的。大佐，万事齐备。跟吴总合作，够爽快。来，干杯。李渊是禁毒支队的，请你们回警局配合调查。这一切终于结束了。此刻我只需要静静的等待，因为两分钟以后，眼前这扇门一定会被老程推开，然后我们两个人正大光明的离开这儿，去三分之一，痛快的喝一杯。主编，怎么是你啊？在这儿得叫周警官。你可以走了。去哪儿？快去哪儿去哪儿。当我看到小美人和吴峰的时候，我确定行动失败了。原因不得而知。而我的卧底身份，容不得我有半点的失落，只能卯足精神把戏给演完。哎呀，你说那帮人啊，拿着人民的钱乱抓人民，那还得了？梅姐，咱们是不是得罪他们了？我这也没听说逢年过节还要打点禁毒支队呢。怎么回事？好，我在回公司路上。不好意思啊，吴总，本来想跟您好好聚聚的，结果被警察搅了局，害您受了惊吓。刘总人呢？他已经到公司了。今晚我做东，还是刘总一块儿到我的三分之一，吃点海鲜，搓顿酒，扫扫晦气。改天吧，我累了，想早点休息。啊，我晚上也约了人。那行，那咱们改天。
哎呀，我这胳膊刚才被那帮人差点给掰折了，我得找一个店好好按一按。回见。啊，赵小姐。胡老板，先喝杯茶吧。啊，走。钱总，没事吧？虚惊一场。没事就好，我一定好好休息啊。换成了面粉，多亏了吴老板提醒我，我才留了这一手。没想到果然就被警察给盯上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师给吴老板算了，说这次交易凶多吉少，但如果能想办法平安度过去，那后面的事就万事亨通了。所以梅总不必着急，正所谓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一切命数皆有安排。但是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太危险了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大师说了，我命里天生就有这么一个坎儿，躲是躲不过去的。想要逢凶化吉，非得在这悬崖边上走一走。这一劫咱们今天是渡过去了啊，往后咱们就顺顺当当。哎，吴总，这杯茶我接。哎，待会儿哪儿吃去啊？我得回庙里听讲座呢，先走一步。吴总啊，哎呀，我就佩服你这一点。这刚从悬崖边转一圈，还不抓紧时间享受生活啊？刘子，送送吴总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什么狗屁大事！老吴这次完全是歪打正着，真正救了咱们命的是一条价值20万的情报。说，考虑到交易在即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，只能按照对方的要求把钱放到指定的位置。很快我就收到了一个神秘人的情报，他说警方已经知道了咱们交易的准确时间和路线，准备在交易中实施抓捕。然后我就悄悄地把货换成了面粉。既然知道有危险，为什么不取消交易呢？为了把内鬼引出来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想想，好好的咱们怎么就被警察给盯上了呢？还清楚的知道了咱们的交易时间和路线，一定是他们的人就卧底在我们中间。你怀疑严谨？除了他，还能是谁？
我这次之所以瞒着你私自改变计划，就是不想打草惊蛇。之前你也说过，严谨有没有问题，一试就知道。现在事实就摆在面前，你总该相信我之前的判断了。 但是严谨自始至终都不清楚我们的货里边藏有毒品，他又怎么给警察通风报信呢？严谨是什么人？他干缉毒警这么多年，什么人没见过？咱们跟老吴见面，虽然没把这层窗户纸捅破，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咱们在干什么。严谨只是不说罢了。我让他帮我疏通高速检查站，其实就相当于。 把交易的时间和路线告诉他。但是知道交易地点的只有你的人，警察为什么会出现？如果不是严谨想办法查到了交易地点，通知了警方，那就是我的人里面出现的双面间谍。我现在怀疑，是六子手下的那个 KK。 KK， 这个 KK 是六子新发展上来的，除了他，其他知道交易地点的都是在这条线上干了几年的兄弟。现在突然跟警方打交道的可能性很低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 KK 还有一个最大的疑点，就是他平时在似水流年打工。纪晓鸥的咖啡馆，你说巧不巧？ 所以严谨跟KK认识，这个我还不能确定。反正我对这个严谨是从来都没相信过。这次的事儿，我不信跟他没关系。你就等着看吧，他的尾巴很快就露出来。既然要查内鬼，就给我查彻底。我不要猜测。 还有，在此之前，不要再自作主张，做任何决定。李放心，不管这个内鬼是谁，我都连根带泥给你揪出来。说了那么多糟心事儿，说点高兴的事给你听。今天是禁毒支队的城府支队长亲自带队围堵现场，城府支队长太辛苦，一个人开车回梨园的路上，被一辆卡车给撞了，场面相当惨烈。今天对警方来说。 真是损失惨重的一天呐！上线深处未卜，下线一定会沉不住气。我在医院安排了人守着，如果有人去探望城副支队长，他内鬼的身份不攻自破。干得好！ 辛苦你了，湛羽背叛你了。看来赵警官跟我一样，对湛羽寄予了厚望了。这应该就是你刚才自己说的，因为感性的选择而吃的亏吧？没错。具体说说吧，湛羽是怎么背叛你的？